好的，那你们自己先玩，我烧了饭再去陪你们。我们这个家呀，离不开我，我离开。哎呀，别！我不要，我不要退休，我不是退休的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问路的。哦，问路的，那你问吧。我想问一下，姚志明家在哪儿啊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的什么？女朋友，喂，阿姨。太好吃了，我还想再吃一碗。还要啊？嗯。哎呦，你已经吃了两碗嘞。那，哎呦，看不出来你小小身板还挺能吃的，不见你胖啊！哎呀，我不会把你吃穷的，我有钱啊！哎呦，你怎么跟姚志明一样的，也是钱钱钱的？哎呀，不会要你钱的，踏实吃吧啊！那，喝这个，我女儿很喜欢喝的，走吧，阿姨啊。这个是你女儿吗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啦？这么漂亮，哈，也不看看谁生的。张子越，你怎么来这儿？哎，小姚，你谈女朋友了，也不跟阿姨说一下？她挺能吃的。阿姨，她是张培生女儿，不是我女朋友。啊？哦，你是你，阿姨，你不要听他瞎说。哦，我就是他女朋友。嗯，就算现在不是呢，以后也会是他女朋友的。阿姨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我过来。啊，我就是他女朋友。来，过来。你记住了，我是他女朋友。啊，阿姨，我是他女朋友，别忘了啊。哎，姚志明，你这么着急赶我走干什么啊？在国外的时候，我们俩一直都是相依为命的。你现在啊，连你的门都不让我进，你这么跟一大家的人住在一起，是不是因为那个漂亮姐姐？你告诉我啊，什么关系？哎。姚志明，你开门！姚志明，不告诉我是吧？我找何东去。